是求下列组合数的值。第一小题，根据组合数的性质可以知道 C9 取3等于3乘以2乘以1分之9乘以8乘以7等于84。第二小题，根据组合数的性质可以知道 C9 取6等于 C9 取3等于84。第三小题，根据组合数的性质可以知道 C9 取0等于1。第四小题，根据组合数的性质可以知道C9取8等于 C9取1等于1分之9等于9。